人体逆处要穴，会阴穴，以嗯，穴吐。开而百穴开。太奇此穴，斩窍开关也就不难了。笔者想到，另有网络影片，有医生叫人洗天澡呐！时用莲蓬头喷水于会阴穴位，能帮助气血循环。本影片提到改善妇科或男科疾病，有人使用艾灸法，将点燃的艾条放在椅子下方。椅子座位中央要有开个洞，让药气上熏会阴穴。网页链接。会阴穴的位置就在肛门跟生殖器之间呢，肛门还有生殖器之间，坐着的时候就是在最下面，就叫海底。肛门及生殖器之间呢，会阴穴的位置就是在肛门跟生殖器之间呢。你看，你打坐的坐的时候，你看。位置就在正下面，就是海底轮呢。七个人海底轮来，会阴穴海底轮再来上来，丹田呢，再上来那个什么，好像是肾脏还是肚子那个位置，胃还是哪里？一二三，上来是心脏嘛？五。五是哪里？喉咙吗？六是哪里呀？六可能是在那个印堂那边了，头部印堂那边。上七是上面的头顶，百会穴。七个轮是不是这样？好像是这样，可以网络搜寻。最下面那个就是百会穴，打坐坐着的时候，最下面那个位置就在肛门跟生殖器之间呢。会阴穴哦，会阴穴头顶的才是百会穴啊。海底轮呢？你看打坐的时候，最下面那个位置，介于肛门跟生殖器之间呢。你看那个右边的图片，那个女生呢？你看坐在地上，然后有涂那个蓝色的那个电的位置，就是会阴穴的。会阴穴，你看打坐的时候，你看海底轮。看左边那个打坐的位置，打坐的那个图案，靠近那个红线，那个有个一，有没有？有一个倒三角形，然后下面有一个一，那个位置就是不是啊，是会阴穴啊。肛门是阴嘛，生殖器也是阴嘛，会阴穴，最下面那个穴位了，百会穴是在头顶，很容易搞混的，要小心。